有下雨。今天带千千元来光之影海洋展参观参观，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么的兴奋呢？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影片吧。耶，我们在哪里？在科学科教馆。我们在科教馆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去红色的地方，6500米。那边有什么展？海洋展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去看一下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入场通知。须知。Yes, it is. 入场须知。入口处就可以购买票。那如果不想排队的话，也可以先在网上购买。马上进去喽！天气转得好疯狂，龙卷风来了耶！要被龙卷风卷走喽！今天要吃我耶！这个海洋展比我想象中的大，好多好漂亮的画面，好像潜到海洋的深处。圆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每个地方都好好玩，这一天真的超棒的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大家帮我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要开始咯。第一个展区叫做进入海洋，我们从沙滩上要慢慢地走进海底世界。通过波物水帘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？有龙卷风耶。这是流动之墙，还可以帮龙卷风变色。彩色的沙丁鱼游行非常壮观。鲨鱼，你不要走，我一定会把你踩扁的。哇，好多黑色的沙丁鱼。哇，彩色的沙丁鱼都好可爱。我们来到海洋食物链，看看谁会第一个被吃掉呢？我变成了企鹅，然后天天就吃了我和妈妈，她还变成了鲨鱼。原来要生存在海洋世界里面是这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吃得多长得大才比较有机会生存。我们已经学到海洋里面要如何生存，现在我们进入海洋隧道，隧道里面记得开闪光灯，才看得到海洋里面的生物。地板上还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哦。你是谁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也要去。我们就跟着它一起潜入深海吧。好多鱼。一定会游泳前500米，一定就在这里。超厉害的啦！进入这个360度的环境，能够体会到海洋深处的世界，感觉非常奇妙。接下来，我们走进深海乐园。当小朋友看到五颜六色的海生物，立刻就玩疯了。Hello， 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？我们要去哪里？请带我们，我们也会跟着你走。It's all in our hands, this life of time. Let's give unto us all.
每个水母都好漂亮，哇，还有珊瑚。小朋友如果还玩得不够，可是家长有累，可以让小朋友在这个池子里面跟海洋生物一起玩玩。It is all in our hands, it is all in our hands. 每个地方都好好玩。With every field and rising sea, can hear the sounds of all.在沙坑玩同时，家长刚好可以在旁边稍作休息，可以把刚刚的光就重新品尝一次。外面就是生命水族馆，里面都是很漂亮的 3D 立体的水母，千千远远都好喜欢好喜欢。最后主办单位有安排很多的便利贴，让大家有机会对海洋说说话。这位小朋友也太早熟了，你觉得这个展览怎么样啊？这个活动很好玩，我好想要再去一次。那你最喜欢哪个展区啊？应该是珊瑚的那个。那你还喜欢什么呢？因为喜欢是沙子的那个。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 我们影片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哦。